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UR 的柚子老师。今天的影片又是我们的画家介绍系列。以免你没有看过梵谷那一集，我在这边重新说明一次，我介绍画家的方法并不是讲述他的故事，而是我会对这位画家进行一些研究，归纳他的心态，他的方法，做出一个整理之后呢，我会试图着去模仿这位画家的画风，可是我并不是模仿他的画，我是拿一幅自己曾经画过的对象，重新的创作，并且注入那位画家的灵魂。那这样的做法呢，一方面可以检视我对这位画家的认识是否足够精确，因为我总觉得一幅画里面呢，总是藏着一个画家他真实的性格。那二方面呢，这样的做法也很有趣，大家的观赏呢也比较有乐趣。今天我要介绍的就是印象派里面的大师莫内，而我要画的主题是我曾经画过无数次的一个对象，台南的虎头皮。
这幅画到这边已经告一段落了。模仿莫内对我来说呢，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，因为我自己本来的一些用色的技巧啊，或者是对主题的心态，都跟莫内有一点类似的地方。我也是一个对主题的依恋很高，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去重复的描绘同一个主题的不同面貌，对主题的寄情很深，这一点跟莫内是非常类似的。如果你看了我的影片，也想试试看能不能画出莫内的画风，我在这边可以提供一两个小技巧。第一，就是颜色在重叠的时候是在比较湿润的状态下，可是油必须要用的少。再来就是时间感，要从中午画到傍晚，这个时间感你要抓差不多4-5个小时左右。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用够小的笔，我指的够小是指相对于画面来说。那你只要大概抓住这些小技巧，我相信你也可以画得很有莫内的感觉。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谢谢。